感谢支持鬼才知道上映第三天，谢谢大家买票支持。有人二刷以上的吗？请举手。哎，手刷的话请举手。第一次看的举手，都是第一次，谢谢你们支持，难怪我们票房越来越好，谢谢各位。有没有人想要看到男女主角兜哥跟萨琳姐？两位来到现场喽，那我们尖叫掌声欢迎兜哥凯撒琳、陈柏霖、张荣荣。先请两位跟大家，哎，我先让他们拍你的照片啦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 freestyle 来一张，左边，两位看左边。两位看向左手边哦，再来两位看向中间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媒体，所以帮我们上传到你的平台上面。再来看一下右边，右边很多粉丝，感恩感恩。再来不能免俗的是三二一来一张，好恨啊，好不好？来三二一，恨啊，恨起来！在豆哥的招牌动作是三二一，你会中哦，三二一，你会中。刚想到另外一个招牌动作了。你会中先来一个，你会中哦。好了，兜哥，你刚想要爱的视线，再来一个爱的视线。既然刚都偷笔了，爱的视线苦辣酸甜。好，谢谢，欢迎陈柏霖、张荣荣跟大家打声招呼。柏霖哥先。Okay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饰演 Makoto 的陈柏霖。然后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来看电影。然后我刚刚听到很多都是第一次看的嘛，都是。然后很谢谢你们选择《鬼才知道》，然后很希望你们可以把今天看完电影的感想。然后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的朋友或亲戚们，还有分享给全世界，感想也可以，然后剧情也可以讲，没关系。对，然后希望你们扩散出去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《鬼才知道》，谢谢。好大方哦，爆雷也没关系，没事。好，再来萨琳姐。大家好，我是饰演凯撒琳的蓉蓉，然后谢谢你们把第一次献给我。鬼后。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因为。通常票房最好的时候会是在周五六的晚上啊，或是周日，但是现在可以在这个还没有下班的时间看到大家，觉得非常的幸福。然后也就是跟柏霖讲的一样啊，好了好，回你一个心，我看到了。欸、我刚刚发明了一个心，我给大家看。好，请。什么？就是好恨啊！这有吗？有吗？OK， 有层次的一个心。好，再来一个、有拍到吗？没拍到，再来一个，三二一，凯撒琳自创的心，好有层次哦，就跟你演出一样。OK， 接下来时间，现场有没有想要提问？把握十分钟的时间，有吗？三二一，请举手。没有的话，我先让大家有话，来来，你要问什么？言简意赅，讲出你的题目哦，好不好？我递麦就好了。OK， 就是我刚才发现到陈柏霖唱的那一首歌很有90年代的 feel， 是，然后就是当初为什么，对啊，就是是有去参考那个偶像名，就明星之类的 ，OK， 然后陈柏霖那个就他们的，哎、我们把握一点时间，你需要什么？我还有你的第一张的 CD， 但不能签名哈、哦，但是我们看到，全裸，全裸呢？好、哦，全裸呢？没有全裸，你很用心呢。那个啊，我来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，就是那时候是跟导演在讨论剧本的时候，不要啦，他就很不要人家的视线了。然后 ，anyways， 然后就是他说希望他这一个 Makoto 是在90年代刚要发唱片的时候还没有红就被就过世的人，所以他我们那个 Makoto 的 CD 后面是写1997年。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参考非常多，从80、90到2000前期的都有参考，比如小虎队啊、孙耀威啊、林志颖啊、金城武啊、草蜢啊，什么都有参考这样子。所以 even 到我现在快40岁了，我还要回去那个二十几岁的阶段去演这个 Makoto 年轻的时候，所以啊压力也很大。不过后来成果出来，我觉得还蛮好笑的，就还。蛮讨喜的，希望你们会多多支持，然后回去可以把《爱的视线》歌词背一下，这样。数位上架了哦。对，然后无聊、不开心的时候可以点来听一下，笑一下，这样都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的提问，感恩。而且整部戏拍摄过程，听说最快乐就是拍 MV 那一天。没有啦，哪有？导演说的。他最开心，我没有这样那么开心。他最开心。咚咚咚，下一位同学有没有人要提问？哎、越来越踊跃了，你们选好了。我们两个，你要哪个？好，你先。好，大声说出你的提问好不好？我们抓住一点时间。我想问两位是
怕鬼的人吗？你喜欢看恐怖片吗？好，谢谢，非常好。如果遇到像萨林这种呢，就是又就会很怕，然后也会很爱这样子，然后喜欢看鬼片，我会对蛮喜欢看鬼片的。我听说你喜欢丽英宅，对我喜欢，还有 A 宇宙我都蛮喜欢，还有 A24 的宇宙，嗯，哦，我很喜欢看鬼片，但是就是现在可能跟啊，就是。如果碰到这种鬼爷真的很开心，你吓不了人，真的。嗯、好帅。然后就是我想要就是简单的、快一点的跟大家讲一下，为什么会有鬼才知道这个故事。就是那时候徐海强导演在拍完《返校》的时候，然后他有一阵子心情很低落，他就去看了很多的片子。然后呢，他在看鬼片的时候都不会被吓到，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厕所里面的女鬼，然后在那边啪啪在那边走来走去、走来走去的。然后，但是他又没有被吓到，他就瞬间觉得当鬼好辛苦哦。对，对，你现在根本是满头都上升。等一下还有另外一场，然后只有20分钟的专场。所以呢，就会有鬼才知道这个故事出现了。哇，掌声！一秒变马可多哎，哦，很赞。还有时间对吧？来，就你的，大声做出你提问。下腰要练很久吗？下腰。下腰要不要练很久？没有人要下示范吧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刚开始知道要拍这个事情的，就是要拍这个鬼片的时候，我最害怕的就是下腰这件事情。因为我们其实拍了一个前导片，然后他其实是非常辛苦的，因为他是要对折，他折腰女鬼，所以呢，就等于就是我们要有两个人完成这件行这个行为，因为我要折下去是这样子的嘛。然后可是我还需要有一只脚，所以我的就是脚就是这样子挂着，然后倒下去。然后真的很痛苦 ，Oh my God， 真的是很难受。不过就撑过挺好的，我也是很开心。然后就把那套衣服烧掉，认真烧。听说我僵直性什么脊椎炎，是不是后遗症？就是腰会很酸啊。OK。辛苦了，都哥，你可以下腰吗？不是叫你示范，只是你可以吗？欸、其实你们刚刚看到马可多在那个综艺节目，他不在后台后空翻吗？其实我那个时候也跟他一起去训练后空翻，那时候真的可以后空翻了。哎呦，真的可以，可是我现在不行。真的很想要看到鬼。对啊，你等一下。Anyways， 然后反正就是告诉大家，以后后空翻要小心，上面不要有东西的。哦，好，说完了。好。最后一题好不好？还有没有人提问？还有吗？有。好，你可以大声说出你的提问吗？但是我们时间很紧哦，吼，一题。耶，你的歌你好听，好帅，谢谢，好帅啊，谢谢，谢谢你。那我们最后来好好推荐一下《鬼才知道非看不可》的原因好了，还是要宣传起第三天。东哥先，就是如我刚刚说的，其实我自己看了三遍，我很少自己的电影看了三遍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《鬼才知道》是一部，在不同阶段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的一个电影。然后希望每一个人可以都在自己的生命里找到自己的马可多、凯撒琳同学、柯国荣或者是卡米拉，因为这是很好的一个陪伴。然后有没有被看见，其实真的不重要，因为我会看了，超级感动的。你再牵他一次手好不好？我觉得很感动那一段。三二一，因为我看到哦，你先讲完。好，讲。好，你先跟我讲。吓屁啊！又没人要看。你拿麦克风说。我会看啊。超感动。我会看啊。下一场，下一场，下一场。我们要去下一场。还可以做结语啦，还可以做结语啦。有人会讲几句，那一段真的超感动的。我觉得《鬼才知道》是一部适合所有年龄层看的，因为它除了是在讲就是存在的。所有的事情，然后它其实也包含了，不被看见跟看见的事情，然后不管是每一个年龄层年轻人，然后寻找自我价值认同的，或者是比较退役的，或是退休的，我觉得都很适合重新去想一下，因为自己才是最棒的，不管任何时候，身边有爱你的家人，有爱你的朋友，这样就够了。说得真好，再次谢谢萨琳姐，谢谢兜哥，最后全场大合照一张，两位请坐在中间，我帮你收麦。不能免俗，每一场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，大家知道吗？有人帮我拿一下麦好吗？谢谢您哦。好，来，有没有往前坐一点点？来哦，把握15秒钟时间，大家好好卡位哦，后面这些位置大合照会比较好看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卡一下，第二排来，我给你5秒钟。好不好？好，不要，好，来 ，OK， 准备喽。等一下，我们看的是这一台，倒数3、2、1，一起，双手先举高，双手先举高，倒数3、2、1的时候往前推，大喊，好狠啊！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
三二一，后会啊！票房大卖，唯一首选笑到流泪。